看美不美？拜托，这是当今的绝世美女嘛，对不对呢？人见人爱，对不对？世界第一水就是这。你唔知哦，拜托，甲这对象差开啊，这是鬼看鬼看到，这是人看人无到，安尼唔好，哎呀，哎，有人咧甲我生啊啦。气呼呼的老人。啊，就有影，我讲的是有影的啊，对无？这过一年啦，你一定爱看好哈。妈妈桑哦，你是妈妈桑，你是妈妈桑吗？沈哥，你看，你是小姐还是妈妈桑？他说我是小姐，小女。结果你看我的台词像不像妈妈桑？当然厉害呀。你们什么会呢？小蛋鸡呢？蛋给你进来呀。蛋给你进来啊。还好呢。像九女吗？哇，你来呀、啊！小琪来了，小琪来了，来小薰来，小薰小薰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啊、哦。啊，小琪，你帮我们拿一瓶那个 whisky。啊，好啊，没问题，等一下。哎、啊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。看一下妈妈。对对，像经理这样，反正你是这样，嗲嗲就好，嗲就好。然后你这个嗲一根，可以后面要镜头，有没有？有、嗯、啊。哇妈妈上面来了，妈妈上面来了，妈妈上面来了。怎么了？我们要破门的。是要破门的呢，我拉开了哦。请问你有没有带劲？怎么在干嘛？以下请自行想象。刚刚为什么发生惨叫？病的，所以才会叫救命。我是南部双煞，我爸爸，把我妈妈搞坏了。你的双煞，胖的双煞的，我妈妈不是被他弄坏，是被他压坏的。所以就其实就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对不对？我毁了，没，我居然把自己演得像老船长一样。酒店上面还没饮酒，我要洗衫了啦，因为你来呀、啊，小琪来了，小琪来了，小薰来，小薰，小薰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，好，啊，小琪，你帮我们拿一瓶那个威士忌，小薰，你给他出一点，你给他按来，你给他按来一点，你给他按来一点哈，很欢喜的对吧？欢喜的。一饮酒唔通饮，来来，我看你们两个喝一下交杯酒啦。我要叫富哥来作证一下，我们上过酒店了啊。没有人会相信嘛，金露出马脚。真的哦，做主人的哦。哎，对。但是阿芳带我去酒店才。奇怪，开始叫我。咱的人妹，咱的人妹啊。哎，这个这中等的去点歌。没办法，没有。聊了起来，聊了起来，然后聊了起来。对，我们都是看电视来演的哈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收看啊，我们台湾大歌厅真的超级棒的节目。是的，谢谢。老师，我还有啥问题？什么事？老师，你知道为什么高频期跟浊水期他们不能够交往吗？高频期跟浊水期？对啊，他们不能在一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高频期、浊水期。不知道。他们不适合。啊，不是，他们都是吸，他们不是，是因为在。冷气关掉啊！哦，谁开冷气啊？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被冷到了吗？讲笑话好听点哦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